这个难民，让他是怎么讲，在这个中间他是有一个电击罩的，这个可能跟工程学或者是跟加工学有点关系，但是免疫稍微可能远一些。但是呢，就做一个基础点跟大家分享吧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作为这个场景来说，它必须得用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很高的这种 column 这个帽子的这个东西来进行保护电机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它里面是齿轮箱嘛，齿轮箱的加工精度为了降低成本的话，它精度会受影响，它的原材料包括